今天的球又投不大进了。不过今天在前面四次的打击呢，有两支安打出现，比数拉开。嗯，终结者就休息了。汤马是小火车，今天可能就不上班了。陈江河这个球拉到了左外野方向，左外是后退出去了，再来一次。哇，全垒打自己都吓一跳。陈江河这个球啊，还撒在一垒这边，出去了，三分炮 ，3-run home run。陈江河在那边补一发，今天兄弟象队啊，在这场比赛团队第二支的全垒打，这是陈江河昂呼本季第二轰，三分打点，现在一下子把这个比分拉开，变成12-4，九局的上半，关键的四分呐、啊，这一棒啊，直接是打下了三分，现在变成8分的领先。嗯，没话讲啊，这个球实在是打得太扎实了。真的不得不说，他们最近的攻击火力啊，相当的旺盛。